周哥，哎，周排长，你看几遍了？看啊！我现在问你问题，你能答上来吗？啊，对答如流啊！准备了十道题，这么专业。来，第一题，粉色娇嫩，你如今几岁了？是皇上对谁说的？齐妃。第二题，对不起，你的安稳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。谁说的？安陵容。这都太简单了。三，舒痕胶里面最珍贵的是。白塔水、哦、第四题，经常被齐贵人打骂的宫女是谁？四，下一题。齐妃让谁打烂莞贵人的嘴？翠果打烂她的嘴。第六题，甄嬛宫里谁有些功夫在身上？小允的呀，纯猛啊，小允纯猛的。第七题，浣碧把果郡王府里的谁送进宫里了？哎，就搁嘴边上了。我昨天刚看的这集呢，是不是叫彩屏？哦。第八题，在离妃小产后打扮的花枝招展被皇上训斥是没心肝的东西，是谁？啊，是个那个新进的贵人、啊。叫哎呀，就那俩人，他妈一个高的，一个矮的，完俩人就欺负的，是不是他俩？康常在，对，康常在。孙答应与侍卫私通，他的赤色鸳鸯肚都挂在什么地方？狂徒的腰带上。最后一道，全文背诵熹贵妃私通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浪后宫，罪不容诛。这时候正王打了一下桌子，王后说了：“宫规森严，熹贵人不得信口雌黄。”《甄嬛传》十级考题，第二期。那就那么些题呀、啊，还是十道啊？今天这更难了呗。第一题，年世兰最喜欢的点心是什么？蟹粉酥。第二题，皇上一共没了几个孩子？那得从头捋啊，皇后一个，纯元一个，甄嬛有俩，安陵容一个，沈眉庄一个，富察一个，七个。错了。十个？多少个？怎么可能啊！第三题，甄嬛最后一共喊了几遍“皇上驾崩”？这段我收。他把四大爷气死之后，然后装模作样走了。皇上驾崩，皇上驾崩，皇上三遍。好，第四题，你知道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？是谁说的？华妃啊。第五题，孟静娴是被谁毒死的？简秋。哎，这太简单了，还不如昨天十级的题呢。第六题，静妃宫里有多少块砖石？都是名场面。我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。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，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温实初的袖口上绣了什么花样？滴血认亲，这块我倒都能背下来。翠竹。第八题，嬛嬛画什么眉最好看？远山黛、哦、因为是纯元皇后之前画过的。来，第九题，缩写猜词啊， XGFA、啊、啥玩意儿？怎么突然 XG 小哥啊，熹贵妃，熹贵妃安。这也太难了，你给我俩整个。全文背诵《那年杏花微雨》，又是最后的片段。那年杏花微雨，你说你是国郡王，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。好甄嬛传十级考题吧。第三期吧，这怎么这回懒得让我拿呀、啊？你自己拿着快。逆风如解意，下一句。容易莫摧残，一贼。哎，第二题，十七爷是果郡王，网友又叫他什么？果子狸。太简单了吧？那个叫大胖橘。第三题，眉庄姐姐最拿手的点心是什么？这个想想，反正挺甜的，藕粉桂花糕。哦，好像是吧，我也忘了。啥？你都没有答案啊？来，第四题，剑白师太污蔑甄嬛偷东西的时候，他说他偷了什么？虽然我特别不愿意看他去甘露寺打野啊，但是我记得是燕窝。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是谁说的？软妃。软妃是谁？宁嫔。第六题，安陵容的生母姓什么？哎，上难度了啊！当时说他星宿不利，说他生母姓林，双目不详。永寿宫甄嬛寝殿上匾额写了什么字？哎，这期难度上来了，这谁记得啊？下一题，苏培盛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你别笑，这是正常问题啊。对，第九题就没了。静妃的玻璃缸子里养了什么宠物？是不是乌龟？不太对，大乌龟。最后一题，惊鸿舞的创始人是谁？梅妃。这题太简单了。附加题，请做惊鸿舞。别的我不记得啊，惊鸿舞我只记这么一个动作。甄嬛传十级考题啊，第四期了呀，十道。我上学时没考过这么勤啊。第一题，年世兰死后的封号是什么？温后为敦，他何时敦后过呀？敦肃贵妃。第二题，谁被灌了大壶的糙米印汤？花尔加氏，齐嫔。来，第三题，阿奇娜和塞斯黑是什么意思？猪狗，这在满语中是。第四题，果郡王的香囊里放了什么花瓣？杜若花瓣。甄嬛传的茂嫔是谁？茂嫔，哪个茂啊？茂密的茂。那有这人儿叫？演员表里，还真有啊。导演当时接受采访说他删了十几集，可能是那里头有的那个茂嫔、啊。不是，那哪？不告诉你。啥？快说。第六题，紫金城的风水养人，下一句是什么？三阿哥又长高了。什么三阿哥又长高了？紫禁城的风水养人，必不会让你遇见香消。怎么给你还整急眼了呢？
甄嬛生化名为懿媚，给她取名为玉隐。世界上有四种白，纯白、米白、象牙白，还有什么白？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白啊？平底甘露寺净白。第一首字母猜句子的啊。哇，这回好长啊，这个 G B J。宝娟，宝娟，我的嗓子怎么成这样？《甄嬛传》实际考题，我也不知道到底第几了，能行吗？咱们平时在家问我也就算了，你把朱元老师都找来，我怎么能问得过呀？你就试呗，你不是实际学者吗？来吧，老师们，咱们第一个问题，太后当时问沈眉庄说：“你对莫愁变这么好吗？”沈眉庄当时说的是莫逆之交，但是他实际上口型说的是什么？莫逆之交啊？不是，这个是二死不行，应该是个现场说的。那后面那个就应该是个太监秘书。哦，对，你还是说。大冬春选秀的时候穿的衣服的料子是什么？衣袖。哦，好快！这人本人来了，我肯定答不过呀。这戏里面好多东西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在甘露寺的时候，温实初送了甄嬛什么东西，让甄嬛来聊以慰藉？甘露寺那段戏我没看。啊？那段戏我也不愿意看。这是甄嬛实习学者们最不愿意看的一段。送了啥呢？一个鸟。啊！代表了我对他的相思却。哇，是的。玉壶是求婚时候送的，第一次见到他放在了眉庄的那个身边啊。对，我放在眉庄身边呢。等一下，玉壶哪去了？不知道啊，后来有玉壶的事儿。哎，你没看着吧？不是实际学者吗？哎，你不实际学者吗？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俩水平不行呀、啊？所以你们，我们有罪呀、啊，我们不对呀、啊。这一颗喜欢九九九。咱们下一题，沈眉庄掉水的时候是谁把他救上来的？成功报救？不是，哎，不是。老师们有点自来熟啊，咋唠上？戏里头到底谁把你救上来？来，戏里是一中之师。哎，对了，老师们最后一个题就是我给大家演一段，然后咱们猜一下是哪一个场面。你还演上了？这都来唱疗养院了，我都得表演表演。来，表演。我们还有那个配角。皇上是这个时候下朝吗？不必问了，错不了。那帮我好好找找。哎呀，你上来就错了，不应该扶着他。彩月当时可没碰呢。你不演你。你演的不像找镯子，像盲人。老公，我刚刚去看中医了。那看中医咋了？你别管了，他让你帮我抓点药。不是，你是哪不舒服来了？你先记一下药，一会儿怕忘了。鸭肠二两，鸭舌二两，鸭脖二两。我去，第二嘿嘿，儿子了，人说你抓这个药吧，太厉害了，需要加点温子药进去。你知道吗？完了，我刚才喝了脱氮甲醛，这个东西极其容易上瘾，喝了他被戒了药了，我现在就是很难受，怎么办呀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吐了，我先吐了，吐了。你喝啥了？脱氮甲醛，就是那个一氧化二氢，也叫水。妈呀，老公，你等一下，今天周几？他说周几？周几？周几？周四，周四，周四，这不还有一天吗？啥事儿？还有一天就周五了。你有毛病啊！我这本都没打过这一天。你咋又开始玩地下城了？这不，最近 DNF 世界观甄子丹发起了史上最难地下城，又按导师团本的挑战号召，现在回归不仅享受5天45000的极速奖号，还有加12武器、8885和深渊票，以及全套稀有克隆天空套免费领取等活动。等等媳妇儿。妈，你给点钱，你快快，再不要来不及了，就催我很长时间了，快快快！啊，对，干什么？你给完我钱，我不就有钱去买那个 DNF 新年套了吗？催我？不是，这你加我了。